波失實言論，散播失實言論，擾亂香港社會，擾亂香港社會，散播失實言論，散播失實言論，擾亂香港社會，擾亂香港社會，強烈抗議，強烈抗議，美國干預中國內政，美國干預中國內政，保公義，保公義，撐修例，撐修例，護法治，護法治，美國歪曲事實，美國歪曲事實，抹黑逃犯條例，抹黑逃犯條例，散播失實言論，散播失實言論，擾亂香港社會，擾亂香港社會，強烈抗議，強烈抗議，美國干預中國內政，美國干預中國內政，保公義，保公義，撐修例，撐修例，護法治，護法治，美國歪曲事實，美國歪曲事實，抹黑逃犯條例，抹黑逃犯條例，散播失實言論，散播失實言論，擾亂香港社會，擾亂香港社會。好，一同抗議美國干預我哋香港嘅事務。好，到美國領事館就是抗議美國干預我們香港的事務，我們有封聲明書。各位，美國當局近期不斷發表干擾香港內部事務的言論，引起廣大市民的強烈不滿和反對，我們對此表示極度遺憾。香港修訂逃犯條例是要堵塞法律的漏洞，讓香港有法律的依據与其他地区和国家可以开展移交逃犯合作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亦都是为了共同打击犯罪，维护法治，避免香港成为逃犯天堂。我们相信这个亦都是香港和美国当年签订移交逃犯协议的共同目的。可惜美国现在卻在發表一些罔顧事實的言論，不但製造包庇逃犯的效果，更加違反國際義務，亦都粗暴干涉香港的內部事務，令人憤慨。我們要求美國當局立即停止任何形式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好，民建聯，我們嗌好好嘛，好。好，我哋一齐嗌，俾啲气势，强烈抗议美国，强烈抗议美国，粗暴干预香港，粗暴干预香港，美国收声，美国收声，反对美国，反对美国，干涉香港事务，干涉香港事务，中国主权，中国主权，不容侵犯，不容侵犯，强烈谴责，强烈谴责，美国说三道四，美国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指手画脚，外国势力，外国势力，无权干预，无权干预，强烈抗议美国，强烈抗议美国，粗暴干预香港，粗暴干预香港，美国收声，美国收声，反对美国，反对美国，干涉香港事务，干涉香港事务，中国主权，中国主权，不容侵犯，不容侵犯，强烈谴责，强烈谴责，说三道四，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指手画脚，外国势力，外国势力，无权干预，无权干预。好，今日咧，我哋唔系。我哋好多兄弟姊妹咧，而家陆陆续上紧嚟去声援我哋呢个行动。大家知道啦，逃犯条例咧本来就是香港事务嘅事情嚟嘅，但系美国咧就借逃犯条例咧就粗暴干涉香港嘅事务，仲要煽动我哋年青人上街去破坏我哋香港嘅安宁。喺呢度咧，我哋一致强烈抗议美国粗暴干涉我哋嘅香港嘅事务。咁啊，我哋啲兄弟團體咧，陸陸續續上緊嚟。咁啊，我哋稍作休息，或者我哋民建聯朋友仲有冇嘢可以再講講？我哋再嗌好嘛？好，保公義，保公義。
美国歪曲事实，美国歪曲事实，抹黑逃犯条例，抹黑逃犯条例，散播失实言论，散播失实言论，扰乱香港社会，扰乱香港社会，强烈抗议，强烈抗议，美国干预中国内政，美国干预中国内政，保公义，保公义，撑修例，撑修例，护法治，护法治，美国歪曲事实，美国歪曲事实，抹黑逃犯条例，抹黑逃犯条例，散播失实言论，散播失实言论，扰乱香港社会，扰乱香港社会。好，我哋咧有封信嘅，希望美国领事馆派人出嚟接收。请美国领事馆派人出嚟接信。请美国领事馆派人出嚟接信。接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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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唔紧要，我相信咧，美国佬咧一定听到我哋嘅声音嘅。嗱，我哋先饮啖水，保持我哋嘅声线。等阵我咧，我哋再嗌大声啲，叫美国佬出嚟接信，好唔好？好。本身亦都係希望加強呢個法律嘅保障，保障香港市民。但係美國正正就歪曲呢個事實，抹黑呢個修訂逃犯條例，令到香港市民以為呢個修訂逃犯條例係令到佢哋更加冇保障。呢種歪曲事實嘅言論咧，我哋要求美國停止發放，並且馬上停止干預嘅。咁其實而家已經開始攻擊咗極政總理，有冇睇法？我認為遊行示威是有市民有遊行示威表達意見的自由，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夠和平理性去處理，不要發生任何暴力事件，我們更加不希望有任何人受傷。那民建聯有沒有計劃會做一些關於保公義倡修例的遊行或者去集會等等？我們現在再會回去傾傾，今天我們就會來到這裡表達意見先。咁嚟緊民建聯有冇一啲關於譬如就同市民講解修例啊嗰啲活動或者講座？我哋其實之前都已經辦過好多場嘅講座，亦都有好多市民嚟參與噶啦，亦都係好多市民亦都了解咗成個修例嘅內容嘅。有冇話之前係誤解咗之後通過你哋嘅活動，佢哋有了解到？有嘅，市民真係以為好容易在香港只要講一些事都會受到檢控或者是拉回大陸，其實是沒有這樣的事，我們亦都清楚解釋了，市民亦都清楚知道修訂逃犯條例裡面是那個雙重定罪的意思的。Do you believe the US approach is an appropriate response to Hong Kong's legal matters? 我們覺得美國人不應該再在英文我們講廣東話好嗎？因為我們覺得美國人不應該就著香港的內部事務再在這裡說三道四，因為本身這個修例內容是一個香港的立法會的一個事務，也都不關美國事。請問你們今天出來遊行的人數大概有多少？跟下一些對比好像有點大，怕不怕美國政府不理或者領事館不理你們？
我諗無論幾多人，美國領事館都要聽我哋嘅意見，因為始終呢件係香港嘅內部事務，都唔係美國應該加干預嘅。但係香港政府都冇理啲示威者喎。聽唔到。但係香港政府都未有理啲示威者喎。咁你怕唔怕美國？香港政府都冇咩啊？香港政府都未有理會啲示威者喎，咁你哋怕唔怕？唔係，我諗美國領事館，我哋今日嚟請願就係希望美國領事館接信啦，係咪？係啦，就係呢個目的嘅啫。信嘅大概內容係乜嘢？頭先已經讀咗噶啦，其實頭先信嘅內容一樣。好，請問你貴姓啊？姓陳嘅。好，多謝咁多位。我們現在用了很理性務實的態度呢，我們去等他出來，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呢，我們等的結果是什麼。我們很記得上一次我們去到德國領事館，他們用很閃縮的態度去對待我們，這些就是民主高度民主的國家應該有的態度呢。我們來到是希望用理性務實讓他們知道，我們是不歡迎他們中國干預我們的內政，但是正正我們用最理性務實的方式，原來呢美國這些自稱是民主的大國，居然呢可以呢令到一次我們這些完全沒有殺傷力人數又被阻隔了不多的情況之下都不可以呢馬上呢來到這裡呢去接我們的信。這些就是呢我們看出了，我只有幾個字而已，就作賊心虛，係啦，道理唔係佢講。點解我哋都好和平啊？嗌完我哋等佢，我哋相信佢哋嘅安排。咁但係咧，大家訪問又做完啦，係咪先？我哋訪問又做完啦，我哋嘅副主席都答咗大家嘅問題。我哋係咪即係話我哋用理性務實嘅方式？原來咧美國就係唔重視，係咪要用其他嘅方式佢哋先可以？咁我哋係咪繼續嗌好啊？好，我哋嗌好。好，保公義，保公義，陳秀麗，陳秀麗，胡法治，胡法治，保公義，保公義，陳秀麗，陳秀麗，胡法治，胡法治，收信，收信，美國人，美國人，收信，收信，美國佬，美國佬。收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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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信。收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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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信。大家睇到現實係乜嘢？係啦，希望你哋咧，各位傳媒咧，適當唔好將我哋呢啲正能量嘅信息埋沒佢。希望大家翻到去，去好好審視一下兩邊平衡兩邊嘅聲音，因為我哋希望我哋一直民建聯以嚟都係咧務實、理性、溝通。我哋從來唔希望有偏激或者係一啲衝突嘅行為出現，我哋係互相去尊重對方，就算任何情況之下，我哋希望尊重對方。但係我哋而家喺度，我哋感受唔到被尊重，我哋係好氣憤。但係係咪代表我哋可以去衝擊佢？唔係，因為大家都知道理性務實係我哋一直以嚟民建聯嘅宗旨。咁但係係咪可以容許其他嘅國家去踐踏我哋中國人嘅尊嚴？這個絕對是不是的。所以呢，我現在不知道美國領事館的工作人員何時或者會派些什麼人出來，我們都在這裡默默地去等待他。對了，可能他是等著等落雨，我們會自由去散退。我們希望他不是用這麼卑劣的行為令到我們這些一些和平的表語表達我們的訴求、我們意見的時候，我們可以遭受到咁不公平嘅對待。係啦，咁希望咧大家繼續堅持住，希望咧美國人咧係出嚟收我哋嘅信，我哋繼續嗌收信好嗎？收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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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信。
好，我哋支持一計，拜拜。可能佢聽唔明收信。接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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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信。呢個係咪明啊？主席，我哋希望美國領事館派人出嚟接信。我哋繼續嗌我哋嘅口號：保公義，保公義，撐修例，撐修例，護法治，護法治，美國歪曲事實，美國歪曲事實，抹黑逃犯條例，抹黑逃犯條例，散播失實言論，散播失實言論，擾亂香港社會，擾亂香港社會，強烈抗議。美國干預中國內政，美國干預中國內政，保公義，保公義，撐修例，撐修例，護法治，護法治，美國歪曲事實，美國歪曲事實，抹黑逃犯條例，抹黑逃犯條例，散播失實言論，散播失實言論，擾亂香港社會，擾亂香港社會，強烈抗議，強烈抗議，美國干預中國內政，美國干預中國內政，保公義，保公義，撐修例，撐修例，護法治，護法治，美國歪曲事實，美國歪曲事實，抹黑逃犯條例，抹黑逃犯條例，散播失實言論，散播失實言論，擾亂香港社會，擾亂香港社會，強烈抗議，強烈抗議，干預中國內政，干預中國內政，保公義，保公義，撐修例，撐修例，護法治，護法治，美國歪曲事實，美國歪曲事實。抹黑逃犯條例，抹黑逃犯條例。多謝大家，多謝大家參與。